这是一间神奇的仓库，只要将物品放进去便会转换形态。就在几天前，小帅一如既往地再也去搜寻物资，突然有个声音告诉他，把东西放进这里的话就会有好事发生。小帅会有他，便将他身上唯一一把武器放进去。正如那个声音所说，把东西放进去就会转变形态，而他的黑铁枪也变成了神话枪。这天他跟以往一样过来换枪，但这次却有个女孩在仓库外拦住了他。女孩不断地向小帅询问秘密，但小帅不肯，而他们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在情急之下，小帅竟然直接将女孩赶走了仓库，而当他关上门的一瞬间，女孩的声音立刻消失。过了许久，小帅把门打开，原本的女孩消失了，出现的是蔷薇刺客碧海韶光。正当小帅愣神之际，突然一道光穿过两人，突然女孩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冲向小帅，不到一下子便将他击倒在地。女孩立刻将小帅装箱，究竟小帅会怎么样？请听下回分享。